在经常暴露身材的夏天里，减肥已经是最热门的话题。常年保持八块腹肌的励志瘦身爱豆王嘉尔，就在我们的专访里透露了自己的独门减肥绝招，真的是超拼的。那你自己是平时怎么样子让自己一直保持着那种？每天早上我会喝一个果汁，那个汁呢是我自己做的，是有鸡胸、菜、水果。只喝这个，然后中午就吃一点点，晚上就可能吃一点点，然后就这样维持，然后锻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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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些东西不是很容易能得到的，你要得到那里的话，你只能洗脑自己，世界上只剩这个了，你吃还是不吃？吃。当然，艰苦的健身历程离不开优秀小伙伴的激励。嘎嘎的健身好伙伴就是白敬亭了。嘎嘎爆料，自己经常跟小白相约举铁，还吹起了好兄弟的彩虹屁。当然，我说你在哪儿？北京。然后我说好，我们到在北京举一起举铁，举铁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说 OK， 随时。这个再记录一下你的身材。没有啊，他是身材这么好，他嫉妒什么鬼？他，我跟他说不比，这是这个是比不了的。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变成，他是我哥嘛，我跟他的关系已经是直接就来了，就比如说。我发了一首单曲，然后他就说啥歌来着，发来听听。那你歌发过去他什么 反应呢？好，健身听，然后是吧，炸，是不是 就会这样。嘎嘎辛辛苦苦练出的美好肉体，怎么能不给粉丝们发福利呢？但是当他晒出自己的健身照时，评论里却全是给他披上衣服的亲妈粉。看到大家这么有才华，嘎嘎突然发起了 Team 王招工邀请，你们心动了吗？那有没有关注到粉丝给你披衣服呢？对，有。评价一下粉丝给你穿的，创意力真的蛮丰富的。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不是披我衣服，是披我裤子，就好下面披一个毛巾，就有可能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 Wang 面试一下。